开经本，阿修罗王长行第一句看起，佛赐罗侯阿修罗王得现为大会尊圣主，谢同门。这个华严经上所说的这一切天众神众，他们名号的含义，我们在前面都一尊一尊的介绍过了，所以在此地呢就不必重复了，我们只讨论他所修行正果的这些方法。这第一位罗侯阿修罗王，那么我们要晓得啊，这些天众神众都是诸佛如来应化的，真是应以什么身得度，就实现了什么样的身份。阿修罗楞严经上说得很清楚，除了地狱道之外啊，地狱里面没有阿修罗，其余的四道都有啊，天上有阿修罗，人间也有阿修罗啊，畜生道里头有阿修罗，恶鬼道里头也有阿修罗啊。通常呢在哪一道就合并呢一起讲了，不单独说，单独说阿修罗特别指天道啊，天阿修罗啊，所以人间阿修罗的都不特别说了，这个是我们要晓得的。阿修罗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阿翻作无，修罗翻作端正，啊，阿修罗就是无端正。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个阿修罗啊，男子的相貌啊，不好看，啊，很丑陋，啊，很凶猛，女子就非常美。所以这个忉利天王啊，这个娶王妃、王后啊，都去娶阿修罗的，啊，阿修罗的女子很美。那么什么样的业因堕这道呢？啊，佛说了，他们都是修善啊，这个积福，他是以真的是大善大福啊，得的果报啊，都出生，不论在哪一道。我们现在人讲的话是，他有权有势，啊，富贵到基础了，所以前生修的，啊，那为什么不能算人天福报呢？要说叫他做阿修罗呢？他没有人天的德行，啊，虽然修身，这个修福修善。他功高我慢，啊，好胜心特别强，啊，到佛门里头来烧香也要烧头一炷香，啊，第二炷香他就不高兴了。这样的人，啊，在一般做功德，人家出1万块钱，我出2万块钱，一定把你压倒。
这个样子他修的福是很大，得的果报在阿修罗道啊，就是喜欢给人家争啊，总是要在人家前面啊，不甘心呢落后啊，多这一道，这一道的福报大，享福诸位晓得就决定免不了造业。所以阿修罗死了以后啊，多半都堕三途啊。为什么呢？这个嫉妒嗔恨心很重啊，傲慢心很强，所以福报享尽了决定堕落。所以佛说这就不叫做善道了啊，善道要生生世世多好啊，这才是善道啊。这一世果报很好，来世不好，这不是善道啊。这是把他的业因略略的介绍出来啊。所以我们的心地要善，一定要清净平等啊，不可以有功高我慢啊，这个好胜的心、嫉妒心，阿修罗道里的主要的业因啊。国道虽然殊胜，后面麻烦很大啊。你像在中国古代，这个印光大师，你看大夫魏瑾州信里面啊，就讲的曹操啊，那曹操的时候在佛法里面来讲呢，他是阿修罗啊。啊，还是自私自利啊，啊，嗔恨嫉妒啊，怀疑非常之强强烈啊。虽然他死了之后他的儿子继承王位啊，创了汉啊，这建立魏国也不过45年就亡国啊，不是真正的大福德啊。我们细细想想，世出世间这一切诸法，唯有佛说得明白，说得详细啊。人生在世，短短数十年之间，何必造恶业啊？阿修罗在人间是些什么人呢？各个阶层的领导人啊，这个他有福报嘛，这福报是前世修的嘛啊，所以他有崇高的地位，他有财富，他有五欲六尘的享受啊，这是人间福德之人啊。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呢，阿修罗多半都是领导人他也修善啊，但是他的嫉妒嗔恚没有断掉啊，常常起现行呐啊。换一句话说，就决定不能避免损人利己啊，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不择手段的会伤害别人啊，这是习气嘛，阿修罗的习气啊。所以他们的果报啊，一世啊就想完了啊。那我们看中国历代这些帝王啊，开国的帝王，那真正是
人物人天福报啊，他不是阿修罗。他要是阿修罗，他就传不了几代。啊，帝王里面，秦始皇是阿修罗，两代就亡国了。啊，在历史上看，许许多多的国王都是仁慈的，纵然把他的这个敌的这个政敌啊灭了，也保全他的后代，不断人家的祭祀，这是人心啊，仁慈啊，啊厚道啊。大凡推翻前面一个朝代，也不是真正为自己争权夺利，不是的。啊，这个末代的帝王一定是，所以是无道的昏君啊，老百姓受苦。啊，我们在历史上非常明显地看出来，末代帝王都把祖宗的惩罚丢掉了。啊，真正是不忠不孝，不顺民心，所以才被推翻。啊，兴起来的这个国家领导人决定是仁慈的，佛经里面讲仁王啊，啊，他是来啊挽救社会、挽救国家民族的，所以他也能传几百年，也能传几十代。啊，阿修罗是决定传不了的。那么我们看看先前这个世界，现在我们不能看一锅了，啊，地球已经缩小了，我们看全世界，啊，各个阶层的领导人，啊，他是人王，还是修罗，还是罗刹，啊，用佛法这个标准一看，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佛经里面讲的王，王是一个团体里面的领导人，在这个团体里面，他可以发号施令，啊，统理大众，啊，你比如说一个，像我们这样一个道场净宗学会，这是一个机构，啊，会长就是这个机构里头的王啊。啊，我们这个机构大众啊，都要听他的。啊，他发号施令。啊，最小的团体是家庭，家庭里面有个家长啊，这个家长是一家之王啊。啊，所以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的王就晓得。他是各个团体里面的啊领导人啊。那么此地说的阿修罗，阿修罗是诸佛菩萨化现，换一句话是不是真阿修罗啊，是菩萨在里面表演阿修罗，给阿修罗做个榜样，让阿修罗回过头来做佛啊，这就是应以什么身得度，佛就现什么身啊，佛慈悲到了极处啊，啊，这是现阿修罗身呢来度
种种阿修罗。那么这个第一位啊，他得的法是现为大会尊胜主学道门。这个大会是佛法的大会啊，尊胜主啊，尊是尊贵殊胜啊，这是大会里面的功德主，这是好事情啊！啊，所以你看看佛所示现的不一样啊，成就真实殊胜功德利益啊，你有这个地位，你有这个权势，你有这个能力啊，有这个财富，请佛住持，请转法轮，第一功德啊。菩萨在此地教导我们啊，我们也许就是这个阿修罗的习气啊，傲慢啊，自尊自大，目中无人，这就是阿修罗的习气。如果我们反省一下，我们有这个习气啊，我们如果有权有地位，也会欺负人，也会干这些损人利己的事情。啊，我们没有权，没有这个威势，就没有福报啊！啊，不是不做坏事，是你没有机会做坏事啊！啊，这也不错啊！啊，要有了机会的时候，你会做大恶，将来堕落得更苦啊！啊，所以是身斗小民，虽然没有福，他也不会做大坏事，平平安安度过一生呢，就很好了。如果遇到佛法，啊，能够闻法，能够学佛，那就更殊胜了。啊，所以护法，阿修罗王护法，啊，这个是。这一位在此地示现的是大护法啊，是真正的功德主。此地有一个很深的意思啊，不是偶尔请这个法师大德是佛菩萨来讲一部经啊，来做一次弘法，他常常做啊，永远不断的在做啊。这个法门就是普贤菩萨誓愿里面两愿：勤转法轮，勤佛住持。就是这两愿呢，他从这个两愿呢修行正果了啊，这个解脱就是修行正果，成无上菩提啊，他证得如来的果位啊，他从这儿来的。这个正是像大慈菩萨所说的。啊，修行，能够帮助两个人，修行成功了，啊，做佛了，我们今天不要说的那么高，
能证个小果。是相位的菩萨，须陀洹、斯陀含之内的小果，他的福德了超过自己就行。他要能够度几十个人，成就了，福德就无量无边了。能够度一百以上几百人呢，大慈菩萨说他真是菩萨了。他要能度啊一万人以上啊，他就是阿弥陀佛化身了。大慈菩萨这个记忆勉励我们，说明护法功德超过弘法，弘法的人再高明，像释迦牟尼佛，如果没有这些国王大臣、各个阶层领导人来拥护、来礼请，佛虽能说，没有机会说。虽然能教化众生呢，没有语言教化众生，那也是枉然。这些机缘什么人促成的呢？就要各个阶层那些领导人他们来促成。一般平民想促成，没有力量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去年跟今年这在马来西亚做了三次的弘法，时间一次只有两天，时间很短了。租用场地要花钱了。场地是国家的，是公共的。你要没有相当身份地位去给他做，他不租给你啊。你是这个地方上的一个相当大团体的领导人。你是国会议员，你有身份地位去租，他租给你。那还得要付租金呢。所以无论办什么事情，那在筹备当中需要人力、需要物力、需要财力，缺少一样这个大会都不能圆满。所以相当不容易啊，筹备一次这个弘法要好几个月的时间。三四个月之前就开始筹备了，所以才有这样的效果。由于这个大会的主人现在称主席，他的威望、他的德行感召的许许多多的人来闻法，所以去年我们在这个吉隆坡头一天听众就一万两千人，第二天一万五千人，今年我们在古晋听众有六千人，最近在槟城，槟城这一次单色里坚持在极乐寺举行，这是佛教的道场，
希望把这个道场兴旺起来，好事情。原来他们工委会是预定在体育场，这个室内体育场，如果在体育场里面，听众人数就更多了，是在寺院差不多也有5000-6000人，那么这个时一年我们在那里办一次啊，他不能震懈他们，他要常常办，每一个星期都办的，他就会正果了，那个功德就大了，所以此地你看看罗侯阿修罗王他在此地表演的实现的，他天天干，经常不断地在做轻转法轮，轻佛住世，所以这个里面含义很深。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也做得很好，也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修罗尊圣地位崇高，福德殊胜等须弥之高这是比喻，说他的福报尊贵之大，如来微光必十方大众，众生各见真圣诸也。那么这个地方清凉讲的真圣主，这圣主是两个意思，佛为法王修罗为世王这世间王世王护法法王才能帮助他教化众生安定社会普遍令一切大众断恶修善破迷开悟这个无比殊胜的功德，如其说是佛菩萨的，还不如说是世主的世主不护法，佛菩萨虽有能力也没有机缘去展示所以护法功德决定超过护法这个不是我说的，佛在《大涅槃经》里面讲的那么现在世间弘法的人为什么少了呢甚至说没有了呢？不能怪没有弘法的人，原因是在哪里？没有护法的人比如弘法，我们学了经教，学出来之后没地方用不起作用一定要有大护法了像我们在马来西亚没有这些大护法，到哪里去找这么多听众1万多人听众到哪去找？找来了也没地方站，都没地方站呢所以才晓得护法功德大了寺院庵堂里面的主席方丈，这些在佛法里面内护
各个阶层领导人是外户啊。我们今天内外户都缺乏啊，内户啊，这一个丛林的主席啊，寺院的方丈和尚啊，经常请法师讲经啊，请居士讲经。道场讲经永远不间断，请法师临终修行，念佛堂里面佛号不中断。这个方丈主席是佛菩萨再来的，这个道场所度化一切众生，他的功德不是法师的，就跟你办学校一样，办学校做个校长，教导这些学生，校长不必自己去教啊，校长聘请好的老师来教，所以学校的成就，政府奖励是奖励校长，不会奖励教员。谁的功德呢？校长的功德。学校办不好，学校办失败了，教员没过时，校长的过时啊。所以要晓得，当个住持方丈使命多么重啊，责任很大了啊。这个道场建立在这个地方，他的使命是教化这一方啊，所以一定要请好的教员啊，请好的老师啊，执行他教学的政策啊。我这个道场道风学风是什么啊？这个也不是由自己意思建立的，不是的，要看看这个地区众生的根性啊。因为道场建立在此地，最主要是度当地这些众生的啊，众生是什么根性，适合哪个法门，校长要细心给他选择，为他们做择法眼啊，决定法门之后，这才请老师。不是说随便请个法师，你会讲什么经就讲什么经，这个不可以，这个把大众都扰乱了啊！我今天这个道场是净土宗念佛法门，我请法师一定请常于净土经论的这些法师大德啊，我不会请禅宗的，不会请密宗的，不会请其他宗派的。才能真正成熟众生。佛法的修学，你看我们在华严看的这么多了。每一个人都是一门深入。都没有说一个人学两个三个好多法门的，没有，都没见到过一门啊，八万四千法门呢，你只能选一门啊，你不能选多啊，一门深入
啊，昨天还有同学来问我，啊，他说有祖师大德提倡禅净双修，双修好不好？他听说的确实有根据，禅净双修是永明延寿大师提倡的。你要了解他为什么提倡，提倡的用意在哪里，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永明大师那个时代，禅风很盛啊，参禅的人很多啊，大师非常清楚，这些人不是禅的根基，而迷在禅的里面，参禅他决定得不到受用，不能开悟啊，不能解决问题啊。但是要批评禅，叫他不要参禅，他会反抗啊，他不能接受啊。这是善巧方便，高度智慧，提出了禅好净也好，双修不更好了吗？用这个方法，实际上的用意就是说明你禅是决定不能成功，你要来带上修一点净的，将来在净上的时候会有成就。没有说穿呐，用意在此地。如果你专修净土，他决定不会叫你禅净上修。所以一定要晓得时代背景，要晓得祖师说这个话用意何在。永明大师遇到我们这些人，决定叫我们老实念佛，肯定的嘛。真正是禅的根性，他才告诉他从禅宗一门深入啊，不是禅的根性不行啊。现在还居然有人禅密境三修的，那个成就啊，问题就更大了。两只脚踩三条船，不掉下水才怪了。所以祖师说的话，佛说的话，你看《开经记》里面讲，愿解如来真实意，你要懂得他说话的真实意何在。我们不是上根人，不是立根人，自己要知道自己的根性，所以人贵自知之明。我是中下根性，老实念佛决定得利。你要仔细把这个大乘经教看透了，你才恍然大悟。八万四千法门怎么成无上道的？总原则上说，都是要断妄想分别执着，只是断烦恼的方法不一样，无量无边的方法都是断妄想分别执着，妄想分别执着不断，你是凡夫。
你是六道里面的凡夫，这是永远不变的原则啊，这是事实真相。那么断了之后啊，你断了一切世出世间的执着，你证阿罗汉果啊，断一切分别，你证菩萨果位。这个菩萨是全教菩萨，也就是我们讲的十法界里面的菩萨啊。再分破一分无明啊，破一品无明，正一分发生，这才算是真的成就了啊，脱离十法界了，证得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在哪里呢？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所以无量无边的法门，你出了十法界之后啊，都归华藏世界。殊途同归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将来的归去都是华藏世界。华藏世界里面有四十一位分正佛，在华严上称法身大士，都是正得法身的，得有四十一位阶级啊。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啊。那么在华藏世界还是修种种法门，慢慢将自己的地位向上提升啊，无明纷纷破，菩萨位次逐渐向上升，升到地上菩萨啊，这个我们常讲的三贤十圣呢，三贤是十住十行十回向三十个位次啊，在华藏世界断三十品无明登地了啊，登地则称为摩诃萨了。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地上菩萨十种不离念佛啊，地藏菩萨开，这个地上菩萨开始初地呀啊，最后是等觉啊，我们一般也称十一地啊，等觉。这十一个位次啊，都是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你看拐这么大的弯，这个弯拐的大了，时间太长太长了。大乘经上常讲三大神奇劫，三大劫不是讲我们现在。三大神奇劫是讲法身大士啊，就是证得圆教初住那一天开始啊，你在华藏世界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要需要三大阿僧祇劫这么长的时间。没有到华藏世界之前，那个时间修行的都不算数。三大阿僧祇劫成佛是从圆教到究竟佛，这个圆初住到究竟佛啊，我们这才搞清楚，我们的福报就大了。
啊，所以经典上看到诸佛菩萨看到我们都赞叹了，都欢喜，都佩服，了不起啊！啊，为什么呢？我们不拐那么大的弯呢、啊，从凡夫地直接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啊，这是不可思议的法门。啊，文殊普贤见到了，都鼓掌赞叹，自叹不如。为什么呢？他们拐了好大的弯子才到极乐世界。啊，我们这个地方直接就到达了。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谁难信啊？菩萨难信。声闻缘觉难信。啊，我们好像很容易就相信了。啊，为什么我们很容易相信呢？佛在经上说过了，过去无量劫中啊，跟阿弥陀佛结了很深厚的缘分。啊，不是今天才接触到，今天才接触到，不行啊，都不相信，不会来的。啊，我们建宗学会附近邻居有多少，他怎么不来啊？啊，这说明你能够接触这个法门，接触之后你能生欢喜心，肯学习，无量世的善根福德因缘。啊，菩萨，大菩萨，甚至于在华藏世界三贤位的菩萨，他不相信这个法门，他不能接受这个法门。什么原因呢？无量劫中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法门，跟这个法门没有缘分啊。所以到了这个华藏世界，文殊普贤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他们才相信。啊，文殊普贤呢，那在那里做榜样啊，带头啊，发愿求生极乐世界。啊，我们才知道这个法门的殊胜。啊，为什么设方一切诸佛都赞叹弥陀净土，都赞叹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的赞叹是代表一切诸佛的赞叹。啊，称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我们这一生有幸遇到了，实在讲遇到不是第一次，过去生中生生世世遇到很多次了。遇到为什么没能往生呢？往生的条件不具足，不是不想往生，真的想往生，啊，条件不具足。往生的条件，在《弥陀经》里面讲的，信、愿、行这三个条件，叫三资粮啊。啊，我们这三条也有啊。我们也信呢，也发愿呢，也在修行呢。可是考试了，分数不及格，信也不及格，愿也不及格，行也不及格，这就没法子去了嘛。啊，生生世世，我们的信愿行
都达不到往生的水平。是这个原因呢，没有去得了，不是不想去。那到底往生的水平要多高呢？其实佛在经上都给我们说了。一般的讲法，我们念佛一定要念到功夫成片，才能往生。功夫不能成片，就是不及格。功夫成片，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念到四意心不乱呢，则生方便有余土；念到理意心不乱呢，生十报庄严土。这佛都讲得那么清楚啊！我讲《无量寿经》，又透出一个标准，这个标准过去没人说过的。提出来呢，提供给诸位同学做参考。学佛，我们今天是学阿弥陀佛，我们像不像一尊阿弥陀佛？不像就是不相应的，果然学得像，那肯定往生吗？怎样才能学得像呢？无量寿经是标准，我们对于无量寿经里面所有的教诲完全都做到了，佛教给我们做的我们依教奉行做到了，佛教给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决定不做。你能把无量寿经全部落实在自己生活自己的思想生活里面，你是十报庄严土上上品往生。经不能不熟啊，不能不理解啊，不能不落实。假如你做到90%，还有10%做不到，你是上品终身。如果只能做到80%，还有20%做不到，你是上品下生这样逐渐往下减，减到下品下生，你要做到20%呢。换一句话说，你要做到20%，20%都做不到，你就不及格，你就不能往生。诸位同学想一想，我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呢？一切经里面佛都嘱咐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我们不能受持，不能为人演，为人演，演是表演啊，做出来给人看啊。经里面三辈往生这一品讲得很清楚上辈中辈下辈条件都列得很清楚我们有没有做到呢？这里面的基本教诲，十善业道
啊，三辈往生里面讲的那么清楚啊。速获了十善业道不行啊，障碍我们这一生往生啊，凡夫非常健忘，在读诵的时候头脑很清楚，境界一现前呢就糊涂了，这是什么原因呢？烦恼习气太重，我们这一点点佛法敌不过烦恼习气，所以境界现前还是烦恼习气做主，这就是决定不能往生啊，想去也去不了，还是随业流转呐、啊。所以，经要天天念，要天天讲啊，天天念，天天讲，目的何在呢？希望在阿赖耶识里面，把佛法的这个种子熏习成为有力量，这个力量呢可以能够扶住烦恼习气。世尊当年在世啊，为大家讲经说法49年，一天都没有休息，原因在此地啊。所以古时候道场成就的人为什么那么多啊，我们看看高僧传，看看居士传啊，看看古时候这一些名山的山智啊，修行正果的人很多，原因从前道场天天讲经啊，大的丛林就跟大学一样啊，首座和尚有好多位啊，分堂讲经啊，就像一个学校一样，这个教师讲华严，那个教师讲法华，喜欢学哪一部的就进入这个讲堂，也是一门深入啊。住持和尚请讲，请这个首座，请首座是代替他讲经的啊，首座要用现在这个学术名词来说呢，相当于指导教授啊，大学里面指导教授啊，也是清教司啊。现在佛法衰，衰在是衰在寺院有啊。信徒也有啊，就像学校啊，学校在啊，学生也很多，没有老师上课现在形成这种状况啊。啊，从前寺院是学校啊，佛教是佛陀真实的教诲，是佛陀的教育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众生，大家都能得到真实利益啊。现在就是这些学校啊荒芜掉了啊，把教学疏忽了啊，重师
一般社会的慈善事业，啊，办养老院，啊，办幼稚园，办医院，搞这些慈善事业，啊，就正如同一个大学，这个大学里都不上课了，啊，老师跟学生呢都去做慈善事业去了，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啊，变质了。社会大众也忘掉了，也不知道这个地方从前是学校，而且是教学的场所，啊，所以现在对于大家做慈善事业，社会也奖励，啊，变成一个正常的，即非尘世啊。这有什么法子？啊，我们要清楚啊。怎样护持正法，怎样令正法久住世间，佛法是教学，社会慈善福利事业应当是在家信徒们去做，出家人专门教学啊，不搞这些东西啊，啊，这些东西是出家之人呢教在家人去做，啊，自己不能去做，自己去做的时候分心了，操心了，啊，你教就教不好了，啊，什么时候我们把这个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真正回头恢复到佛陀教育，不仅佛教如是，我看每一个宗教都是了不起伟大的社会教育，每一个宗教的创始人，这些教主跟释迦牟尼佛一样的伟大，一样的仁慈，一样的爱护一切众生，都是劝人断恶修善，绝对没有一个宗教是劝人作恶的，啊，劝人作恶不修善，那是邪教啊，那个不是正教，邪正标准就在此地，啊，佛家这个标准通所有宗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义，通所有宗教，啊，这是佛家讲的法印呐，啊，这个法印印定所有的正法，啊，不管是哪个宗教，如果跟这个相违背的，那是邪教；与这个相应的，这是正教。啊，在过去，这个法印是印定我们佛法了，现在这个法印可以扩大了，印证所有一切学术宗教，啊，我们的心量要拓开，啊，要包容，啊，我们赞叹正法，啊，我们要防止邪法，邪法是害人的，啊，是叫一切众生呢受伤害的，所以今天我们读这一段经文，我们应当如何学习呢？
然有福德，诸位要晓得，做领导人都是有福德的，没有福德，有智慧都不行。啊，有福德的人没有智慧，他也行，他有福吗？啊，所以福要护法，智要弘法。弘护是一体啊，有福报的人他要做一个好领袖，有智慧的人一定要做一个好帮手啊，相辅相成，才能够光大正法，利益众生。啊，释迦牟尼佛有大福报，他示现给我们看。啊，他是舍弃他的福报，专门走智慧这条路，叫福慧双修。其实，佛福慧都圆满，他表现的是。专门走慧这条路啊，让当时这些国王大臣大富张者啊，凸显他们的福报啊，然后两个人合作啊，这些有大福报的人来护法啊，有智慧的人呢来弘法，配合得好啊，已经表演给我们看了啊，都是诸佛菩萨实现的，一点私心都没有啊，一切为社会为众生。啊，弘法的人不为自己，护法的人也不为自己。我们从这个里头啊，去体会这个深意，在佛法里面讲密意，这个密不是秘密，深密。我们从这个里面去学习。才能得到受用啊！我们要怎样去做啊？特别是在现代这个时代啊，所以弘法的人自己也晓得一定要做个好样子一定要远离自私自利远离名闻利养啊，这个寺院里面请我们顶多我们只能接受一个啊首座的名义首座就是帮助老和尚讲经说法教化众生的一定要遵守心中皈依要皈依老和尚这个规矩一定要守住啊要皈依这个寺院的老和尚啊，信徒所有的供养一定要归堂主啊，
如果你到一个寺院里头，这寺院人家请你讲经，你又在那里收信徒，又在那里收供养，你的缘呢一次就完了，下一次是这个法师，下次不要请他，你看请他把我们的信徒带走了，啊，把我们这供养都带走了，这个人不能请啊，不但他不请你，他还通知其他寺庙都不要请，请的时候你们遭殃了。我们要懂得这些现实的厉害啊，什么都不要啊，我们到这个大厂往来的旅费常住给我们，我们只接受这些点，常住的供养我都把它退回啊，转供养常住，跟常住结缘呢，跟常住里面的法师结缘呢，跟地方的信徒结缘呢，这个缘好啊，以后人家很欢迎你啊。为什么呢？你到这儿来讲经说话对他有好处，一点损害都没啊，帮助他兴旺道场啊。所以讲经的法师要的是法缘啊，其他的都不要。确定不能叫人家动一个有一个怀疑，哦，你到这个地方来将来会占领我的道场了啊，会取而代之，人家心里就不安，就恐惧了。所以我们自己要做得如理如法啊，叫别人心非常安定啊，我们一丝毫企图都没有，大家放心啊。啊，我们今天在新加坡接受居士道场的礼请，我们全心全力赞助这个道场啊，全心全力啊帮助这个道场啊，他们这个道场历史久，有65年了啊，信徒有3万多人啊，你能叫这么多人心服口服，你要做出样子给人看呢、啊。我们从哪里学来的呢？从释迦牟尼佛那里学来的。啊，佛陀一生所实现的，我们要常常想想。啊，我讲经的时候常说，我们从释迦牟尼佛观察得到的，世尊到处啊，他要的是实用权。他不要所有权，所有权是这些世主的，这阿修罗王是世主，他有所有权呐、啊。这道场是他的呀，释迦牟尼佛到这来讲经是做客吧，不是来做主的。宾主这个才能相处的非常好啊！啊，客人绝对不干涉主人，绝对不夺取主人的权威。啊，宾主配合的好，正法就能久住世间。这个
一章经文，啊，包括长行后面的偈颂，啊，这个第八段，都是教导我们这些事情，红户啊如何密切的配合。啊，这个地方所有的阿修罗王都是诸佛菩萨应化的，所以跟弘法的菩萨才能配合得那么好。啊，无比殊胜功德利益都在其中啊。啊，我们要细心去观察，细心去体会。若是在我们现前环境之中，必须要多替别人设想，啊，我们今天住在这个居士林，如果我是居士林的林长，我是净宗学会的会长，我希望有什么样的一个法师或者是居士大德帮助我弘法教化大众，我们要常常想到这一点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我就知道我扮演什么角色，我应该怎样做法。啊，都要常常想到自己，想到自己当中就有矛盾，啊，就有摩擦，就产生困难，啊，到最后严重的时候就不能合作，啊，念念为对方着想，我们如何能够满足对方的需求，能长期合作？啊，这个里面才能避免一切误会。真诚的合作，我们的弘法的目的只是把经典介绍给大众，讲清楚讲明白，告诉大众经典里面字字句句如何落实在现前的生活，帮助你生活幸福啊，帮助你工作顺利，帮助你处事和睦啊。我们只有这么一个单纯的目的，除此以外我们一无所求，啊，人家要问了，你一无所求，那法师，你对于你将来的生活忧不忧虑呢？没有忧虑，有佛菩萨照顾啊，不用自己操心呐，啊，啊，这是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导我的，啊，楞严经上讲啊，将此身心奉承刹，
我们只要能做到这一句，对我们自己来说，是则名为报佛恩，必定感得诸佛护念，龙天善神照顾。我要求人干什么呢？心就定了，到这个时候心无二用啊。不是讲经的时候，就是思维经义，理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思越来越圆融，越来越自在。这个是佛法修学真实的利益了，方东梅先生所说的如理如法的修学，人生最高的享受。最高的享受绝对不是说拥有多少财富，不是的。拥有多少头衔，多少这么高的地位，不是的，与那个通通不相干。最高的享受啊，是佛法里面讲解脱啊。用我们世俗的话来讲啊，得大自在，这才是真正最高的享受啊！决定没有忧虑，决定没有烦恼，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妄想，你说多自在？念念就跟能大师一样，常生智慧呀，不生烦恼啊！这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是这个罗侯阿修罗王为我们。事先给我们许许多多真的叫说不尽的启示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